高中会考将要登场，复兴高中特别替高三的考生举办高礼祈福仪式，来到洛江镇的文武庙祭拜文昌帝君，祈求保佑金榜题名。复兴高中校长特别带领高中三年级学生来到洛江文武庙，为考生点上光明智慧灯。今年的会考会当考出好的成绩，二年来吼，咱拢有出状元，已经两年出状元，咱而且。祈求文昌帝君吼，咱继续庇佑，咱后咱继续出状元。原来祝福考生，拢会当有好考运，得到文昌帝君的庇佑，考试拢会当顺顺利利。学校367位学生来文昌帝君这边祈福，希望他们在考场能静下心，能有好的成绩，能发挥他平常所学，能考取心中想要的那所学校金榜题名。中升高中是一个转捩点，啊，一个真重要的。人生的旅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，啊，所以讲这回考试真重要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的校长啊，甲咱的会长啊，真用心，特别陪在囡仔吼，大家来考试，让因会当安心、有信心，考到因家己要爱的学校。学校佮特别准备芹菜、菜头、包仔、甲肉粽，以及文昌文具组要送予学生。没有包子啊，给你咬一口。祝你啊，今年啊，包中喜欢的科系。加油！加油！会考是求学过程中一个重要关卡。复兴高中替考生加持勉励同学，发挥坚强意志，用平常心面对挑战，为家己的目标往前迈进。多彰化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。